班柴明，泰拳王子，播球的头号大弟子，其打法与节奏既有传统泰式打法的重击与控制，又有欧式打法的速度与捕捉战机能力。2015初登自由搏击擂台，苏波班便闯入了昆仑决诸神四强，2016更是强势问鼎冠军，世界排名稳居世界前三。纳亚奈施艾曼身高1.83米，他拥有着47胜9负8平、24次 KO 的职业战绩，其 KO 率达到了恐怖的50%。在2017的昆仑决诸神之战中，他先后以 KO 的方式战胜邓丽和华旭，强势入围16强。邓丽的造成的这个伤害真的是很大啊，华胥有点应接不暇。8强晋级赛中，更是以积极的表现让播球弟子苏波邦险些止步16强。的确可以说，处于身高优势的纳亚乃施艾曼，对付苏波邦这样的泰拳系拳手似乎很有一套。Sí, Superman es un luchador. La técnica más peligrosa es Superman, sus patadas. Cuando él golpee, yo no voy a estar ahí. Yo también tengo una rodilla. 虽然纳亚乃施艾曼最后以极其微小的差距输掉了比赛，但他对苏波邦产生的威胁却令拳迷印象深刻。高出六公分，哎呦！一个上周加摆拳啊，艾曼臂展的优势啊，发挥得很明显。好，跟了一拳有效果，有效果，好，对了，艾曼晃了一下。哎呦，找到感觉了，第二局苏芳找到感觉了，对，高扫腿啊，好，踢足，有插膝了啊，有插膝。哦，互换了一下后手，